会有蛇女王玩蛇女了。我三年前碰到他，他就在玩。对，他一直在玩那个蛇女，他玩这种怪东西，说不定还真有那种奇招。冷知识，木木在创造城脉。哎，哇，好爽！而且这样卡莎等级巨高，武器等级也会点。一闪，生气了，比巴布。玩游戏，这个吗？什么呀？你说。哎，你。你蛇女打这种队伍你玩不了，就是画眼泪，然后尖兵杖再和打天使。有可能他买了一个那个红水晶，还没有被学，应该还挺猛。哦，就你出兵杖是减别人速等于加自己速，那个星界是加自己速等于减别人速。哎，大熊猫猫打野，哎呦，直接大，抱歉。再一刀就死了，哎，吸了一口，还是被小兵打死了。因为只有他玩蛇啊，是啊 ，QUAD， 来锤上来，我收回列娜塔再撞，然后列娜塔再拉两只吗？哎，这怎么坏了？列娜塔大，这也能攻，借，真借，我说再杀一只 ，Q 过去就死，开着 W 的，这里面都不用加班了。哎，终于逮到了，那我感觉真是连打100局绝对可以。我感觉还能赢个五，我感觉你韩华玩到后面这瓶肌肉记忆也不一定能赢。对啊，你就纯凭操作感觉就操作不过，木木大到有一个 S， 嗯，操作不了。来了，死了，死了，蹲，还在蹲，怎么说？先舔还是先 R？直接R闪跟腹地再跟舔再 K 个头，哎呀，感觉不如给他们一只。为什么不直接输？他反应过来吗？他想稳杀，保险点吧，反应应该是爆开插入。他之前就已经死了，假如还在弄点到，有后续吗？现在看是不是 MAB 死了呀，没闪了。对，直接起，起过来 Q 一下，接反击风暴。蛇女贴了，这位有点深啊，他们。哦，感觉那蛇女也得死啊，也没闪了。哎，石化到了。太深了。说看蛇女位置，蛇女大天使还没好的，要被斩死。列娜塔给大招，再给恶意收购没用。爆炸了，冒烟了。哎呦，波兰。没闪没闪的蛇女是真没有操作空间的，现在。韩华并不跟你来争，而且打得很快啊！阿莎加，还准备一个没有慢的英雄，哎呦！哇，他真强！准备大树了，瑞尔又上来吸，完全动不了。加布布，瑞尔想点门走，但是又没机会了。怎么？哇，喂喂喂！插入，再闪现恐惧，比巴布啊！右边这团战还是。太有说法了！哎，烦到了！就你是吧？好像也没什么办法。这杜女也差不多。哎呦，哎呦，感觉吸过来，怎么说？先大招，然后再二段舔，舔到厄加特进场插入，插的是谁？插的是瑞尔。这个位置可以出战到 OK 再恐惧，哇，赢了，不对劲啊，好险啊，赢了，滑滑 A 的，不会想一波吧？这团战一波有点扯，但是可以推。这团战太有说法了呀 ！Fly 好像真有点准，现在韩华感觉不对劲，怎么长这样？真有说法，你要飞了呀！来给及时救难。插一下，哇，没换掉，哇哟 ，Viper， 老公又站起来，可能也没大了。哎，李巴布被逮了，交闪，但是缺手很肉，这个位置不对呀、啊，及时救难。你说反手再插入，插入插的皮尔纳特斩杀就，哇哟，斩杀了 AKB， 这蛇女敢传过去吗？哎老公，哎，没闪了，哎，没进化的。啊，送了大木没了，我老公死了，
哇 ，W 还没打死，看正面，贾克斯想当战神，但是没用，阿布在给他哭，不闪走吗？我赢了吧，是吧？啊，你大龙没了，你别逗我，不是腐赖要赢啊？其实这种就你，他也没有想过会这样，然后输下来是。哎呦，皮尔纳特怎么说一个腹地，这发昏了，感觉这把真不好说了呀。他打前排也很，是的，他打前排打后排都很快，要被逮了。但是还有选手，哎，第一放出来了，有人救他吗？及时救难，叶娜打来救他了，但是木木不在呀。选手触发，有及时救难，好歹是一波了。哎，应该死了，记了。不算真跑路，那个很猛。哎，放送，打完只会说可惜。他们，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没了吗？经理没了，可惜。经理吗？真的可惜。经理，这样的话，咱们不如就被推了算了。主要他这把这样输了，下一把。韩华也不会松懈了，他下一把感觉就直接要脸过去了，对，表情都不对了呀。